我今天妆感觉好浓。嗨，这一次有想要回来吗？Still 还是想要有自己的空间。当我有一个月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就是说 pretty fucking 长。Pretty fucking 短。原本大 S 被控偷小孩红包280万，前夫在爆他出轨，光头男应当扑。我里面穿的是 bra top 嘛，我觉得拆开来穿也是好看。名媛版大 S 下黄连英，英语大 S 长超像，成功走跳时尚圈。2021年5月底，和经营夜店的老公夏天伦宣布结束12年婚姻，本以为是和平分手，没想到时隔3年，夏天伦近日在翠上狂暴前妻六，之后下黄连英趁小孩出国，镜头走小孩280万红包，都离婚3年，不要再挂夫姓走跳，他不配下这个戏，甚至还爆出轨时程表。2021认识光头男后，家就爱回不回，还附上录音档。你这次又想要回来吗？给我最好的，就是说我心目中最想要做，就是说来 ，still 我还是想要一点，还是想要有自己的空间。什么意思？自己的空间？我们一家人很棒，互相。I can do whatever I want. I can hang out with whoever I want. 然后 I can live anywhere I want. 那是空间吗？你追求的是 I don't give a fuck about anybody else. Only me. 那是事实，那不是自由。我一直没有办法了解，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。欸，这么快 ，pretty quick， what happened？ 那当然很多很快速就可以解释的，那你都说不是吗？你都说就是有暧昧对象啊，然后用毒品啊，鲍比说什么邪教，就是 these things make sense， 就哦 OK， 原来是这样子 ，everything makes sense now， 呀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就是 like 大学生的生活 ，Yeah， 啊，不读书的大学生的生活。要读书的时候，一定过过多一点时间。当我有一个月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就是说 pretty fucking 长。Pretty fucking 短。你完全卸全部的责任。被爆料成这样，但下黄连英完全没有回应。